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个 Datavideo 杯的这样这个多机位的一个比赛，然后也很高兴在 Datavideo 的支持下，学生呢通过三年的一个比赛呢，已经是越来成长的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比赛规则主要是看摄像的一个构图能力，它的一个技巧应用能力，导播呢我们是看它的一个应变能力，然后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巧能力，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个综合评分。那在这个这么多三年的比赛里面呢，我们的导播和我们的摄像的技巧呢都已经有一定的提升。我们这次评比的基本标准呢，像分到了这样两点，一个呢对导播来说呢，尽量的它的切换点呢能够抓住节奏，包括音乐节奏跟动作节奏。那么作为摄像来讲呢，就是它的构图要讲究它的景别。这次比赛总共有15个区县，总共800多名学生来参赛，最后呢有52支队伍脱颖而出，真的很不容易。确实比赛是越来越激烈，但是呢对专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主要是在节目的编排配合 EFB 大赛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通过今天的决赛，我相信所有参赛的同学都能够很好的进行实践。给我感觉就有点像是在演唱会中当导播的感觉，或者是电视台里面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有种非常骄傲的感觉吧，是和学校里面没有的。那么学校呢没有给我这样一个平台，在这边呢我也非常的开心，就是充实自我吧。那么我觉得这次活动呢是非常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使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在那个比赛中体会到真正的电视台导播的一些乐趣，那么使他们能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已经可以体验到一些职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知识。像今天这样的一次决赛，我觉得更是对学生的一个临场应变的考验。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提高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 EFP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队活动，不论是一号机二号机还是三号机导播，大家都是需要团结一致。我是在团队中的话担任一号机的角色，主要是拍一些表演者的一些细节部分。然后这次比赛的话能够让我学到的话，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还有一个能力。这个比赛带给了我许多乐趣，而且也让我交到了许多朋友。我参加 EFP 比赛已经3年了，比赛当中我们能学到许多团队合作的精神。我参加这个比赛已经1年了，我很喜欢 DV， 而且 DV 也是一个很好玩很能让人发展的兴趣。我已经参加2年 EFP 大赛了，我觉得在这个比赛中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2年的摄影经验加上1年的导播经验，这次很荣幸能够进入决赛。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是来自团队的合作。对此次大赛的推广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同时也体现出学生在当今社会下如何自主学习，团队精神的配合以及创新思维的养成都有一定长远的作用。而且这个活动本身是很结合学校的校园电视台的一种运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对学生很多方面的素养还是很有助益的，特别是团队合作，学生一些感受一些成长对他们将来是很有帮助的，我想也是我们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